小宝大宝、我们今天来吃罐头好不好？好。哇，有几种口味啊？有山楂口味的，有糖水黄桃的，还有梨的，是不是啊？我天哪，你妹妹一听说吃，屋子就跑过来了。我们今天来吃哪一个？这个是什么呀？苹果的，我不吃。那是山楂的。橘子的。我要吃这个。吃哪一个？这是黄桃的。这黄桃的。行，我们打开一个黄桃的看看吧，让姐姐帮你打开。还是姐姐橘子吧。行。哎呀，怎么这么难打呀？使劲，加加油，使劲。哎呦！天哪，你好笨呀！来来来，拿来，我给打。摆着。这么笨呀？怎么？摆着。我。啥都干不了，还吃呢？干脆我吃得了。摆好了，给你起下来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啊，这个罐头。你加油啊！哎呦，好了，拿个勺子开始吃吧。尝尝好不好吃？这个。我要吃橘橘。哇，里面橘子肉好多呀，都是好纯呀，是不是？全是橘子肉，是真的。这个水也特别甜，我刚才喝了一口，好不好吃？嗯，我刚才尝了，好吧，好好喝呀。吃够了吗？吃够了，剩下就我的了。不行，哼，我要吃光光的。